没事吧？我们之间的约定哦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都没有哭，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方法，那就是就是在我心很痛的，我是很想你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自己的心关起来，就告诉自己，你只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旅行，总有一天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你看，你现在不就回来？其实我以前就不相信这世上会有永久的爱情，我原本以为在成人的世界里，就算是真的相爱，当缘分结束了，应该也只会感叹一下而已。直到我遇见你，你让我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伤痛，什么是刻骨铭心的爱情。所以我不可以在你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。没事了。我知道你很伤心，但请你一定要快点走出来，因为他不是去远方旅行，而是真的走了。如果你这么执着的等下去，终究不会有结果的。因为自欺欺人绝对不是忘记伤痛的好方法。如果你想要遵守你跟王老师的约定，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吧。只有你真正放下了，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。靠着你不敢呼吸。如果我哪一天真的遇到什么危险，然后就这样走了，你千万不要像 Grace 姐一样在那边等，守着守着，青春就没了。呸呸呸！嘉玲，答应我，你不要难过太久，记得快点走出伤痛，好好的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却不愿放弃追寻你，再多无能为力，只要你还在这里，哪怕是多苦多累没关系，你的笑就足以为你放弃自己，却不
总有一天一定会等你心里清出空位，我再办理入住。在这之前，我只希望你能一直一直快乐下去。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必胜高三生。